们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永灭多劫重罪。这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真有啊，随便念一句啊，也真有这个力量啊，不在现前出生，啊，这一念呢，你听到了，或者你自己念这一声，自己念一声比听到的力量更大。无论是有心无心，你看，连听到、看到阿弥陀佛的像，啊，看到阿弥陀佛名号这几个字，啊，无论是听见，叫一粒耳根。看见是一粒眼根，阿赖耶识的种子永远不消灭啊，只是语言不成熟啊。什么叫语言呢？你没有真心，你没有发愿，你没有真的用心去念，这叫语言不成熟。如果缘成熟了，那个作用就太大了啊！缘成熟了，一念成名，确实像经上所讲的，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这永灭多劫重罪啊！这种念佛，像我在前面所说的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妄念都没有了，这个效果就能产生啊。你要问为什么，这里头有道理。佛在经上常说，我们听了也耳熟了，但是不懂他的意思。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里想什么，凡夫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啊，想什么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啊，中国人常呢七情五欲，想这些东西啊，这些东西不好啊啊，这些欲望啊，欲望必然引起你的烦恼啊，习气啊，头一个四大烦恼一定跟着起来了啊，我见就是自私自利啊，接着贪嗔痴慢全起来了那么这些东西引导你到哪里去啊？佛法讲啊，六道轮回有两种引力业力，第一种是引业，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，是这种业力啊，哪一个力量最强就先到哪里去啊。如果说贪的力量太强
啊，就引导你到恶鬼道。啊，贪心比恶鬼啊，嗔恚的力量强，就引你到地狱道。愚痴的力量强，就引你到畜生道。那不是好事情啊。到哪一道不是任何人决定的啊，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啊，阎王没这个权利，天王也没这个权利啊，完全是自作自受啊，是你自己造的业力牵引你走的啊，你不能怪任何人呐！啊，我们这一生的人生算不错了，什么业力牵引着我们到人道来呢？佛法里面讲无界十善啊，起心动念呢，不忘无界是善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念头一起就会想到无界是善啊，是恶 我决定不做，是善可以这你不是人生呢、啊、我们中国人讲凭良心呢、啊。啊，你在这一世当中无论是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够凭良心。啊，不会做坏事。来生还会到人道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过去生中修过这些法，哎，所以这次得这个果报吧，得人生嘛。啊，人生难得了，我们得到了。得到人生，人生最可贵的是闻佛法。啊，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又得到了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啊，有缘闻佛法，这也有因呐。过去生中曾经学佛啊，供养三宝，爱好经教，哎，这生才遇到啊，遇到之后能不能成就，这在今生就可以决定啊，叙事的因缘我们现在都兑现了。啊，精神呢要努力提升呢。啊，遇到了佛法能信。能解，这叫有善根。你的善根很深厚。啊，真肯干。真正发愿往生净土，真正念阿弥陀佛，能够把欲望不好的习气统统放下，这叫有福报啊！啊，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那我们的善根就很厚。啊，我遇到了，我能信，我能够理解。我真正发愿，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我就是想到极乐世界，就这一个念头。啊，其他念头全放下，统统放弃了。啊，我就走这一条路。这个福德因缘就不可思议。
为什么？你决定成就。啊，像善导大师所说的，净宗法门万修万人去，啊，一个都不会漏掉啊。啊，这个机会真正把它抓住了，我们这生成就了，功德圆满了。啊，这就叫成所作之啊。啊，这个国报之殊胜啊，能生界外生报如是等事啊，这是不可思议。啊，在第二个呢，不可称。不可称之是妙观察之。啊，称是称赞，无法称赞的。啊，这是第六识。啊，此智呢，观察不可称尽。无量无边的境界。啊，这不可称尽啊！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，为一切法如梦啊，如幻如梦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虑，非著言者所能称量，是故名为不可称之。这实在是不容易啊！如果不读大乘经，你决定不知道，你会把一切法都当作真的，以为真有。这个一切法包括极乐世界，包括十方一切如来的刹土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跟我们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现在这桩事情，我们搞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真正清楚明白了，那就得该放下。现在还没有放下，那就是，还是不是十分明白。哎，放不下嘛！啊，这就是半信半疑。真正相信，没有疑惑了，肯定放下了。啊，所以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非常重要，我们要常常念，最好每天能念一遍。啊，经文不长，啊，记得很熟，不必看字也能背诵。啊，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这是讲凡人起一个念头，几念几相几时啊，佛是这么问的。
弥勒菩萨就答复：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念到这里就够了。啊，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一切法如幻如梦，非有非无。啊，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了，解释这两句，可以说是究竟圆满了。为什么如幻？为什么如梦？为什么非有？为什么非无？弹指之间，32亿8000年，啊，多少个念头啊？320兆啊，一弹指啊！啊，我们一秒钟啊，弹得快，大概可以弹5次。啊，要以一秒钟做单位，是1600兆。啊，一秒钟，1600兆个生命。每一个生命都有物质现象。世尊所问的几相，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弥勒菩萨讲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啊，就是相，啊，形皆有实，实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通通有受想行识，念念是独立的，念念不相同。啊，凡夫不知道这个事实，凡夫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就是这一种相似相许相所产生的幻想，如幻如梦啊，非有非无啊，好像是有，实际上没有。啊，大乘教的佛常说。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大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个一切法，包括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所以立言绝律啊，你说不出来啊。啊，你也不必去想它，绝律是不去思考它了。啊，不必去解说它了。世间人离不开言语啊，言语对他无能为力啊，言语说不出的啊，思想呢，思想想不到的，思想言语道断，信心出灭，这叫不可成知。大乘广智是平等性质。这是第七摩那识啊，此之广度不同小乘，为有无我，故无不我；无不我，故无不等摄。啊，等摄是什么呢？悉皆平等摄受，以此同体之力呀。普在无边有前，戒令同志无上菩提，是名大乘广智。
这个境界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实在说，把咱们那个小心眼打破了，啊，把我打破了。莫那时就是指这的我，啊，六道里头造作一切不善的罪业，它是根，啊，所以八识里头。染污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叫染污意啊，这个染污就是自私自利啊，所以此智转莫那了，就为平等心智了。这个智慧啊，可以广度一切众生，的心量大了啊，这是你自己本来的心量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所以他不同小乘，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。小乘虽然破了身相，我见没破啊，也就是说，小乘把地其实破了一小部分啊，不执着生生活了。他执着什么生活？灵性生活。这一执着呢，执着是迷呀。这个诸位一定知道，什么叫智慧，什么叫迷啊？有执着呢，这就迷了；不执着就是智慧，不执着就是平等心智。啊，怎么知道我的莫那识破了？啊，转识成智了。从你内心深处去观察，你没有自己了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你就无了。啊，你对待一切众生跟对待自己一样。决定没有分别，这叫开悟了。如果还有分别，你没有开悟。啊，所以真正转莫那为平等心智，为有无我。啊，这个有是指活动。啊，你在活动里头没有我，无我故无不我。啊，没有我，我在哪里呢？一切万法皆是我。啊，这就要知道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是自己的真心，识是自己的阿赖耶。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呐。真的就跟我们做梦一样，啊，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。当梦醒来之后，
哎，刚才做了个梦，还清清楚楚。啊，梦中所有的境界不见了。啊，如果梦中觉悟了，你就可以大行菩萨道啊，广度众生啊。梦中还执着自己有个身体，啊，那你是凡夫境界，你不能做佛事。佛事是教化众生的事，是帮助众生觉悟的事，叫佛事。啊，佛事反过来就是轮回事，不是做佛事，你就做轮回事。啊，轮回事就是造轮回业啊，造轮回业是永远不能脱离轮回，轮回里头跟着一切众生，啊，结缘，结缘，啊，善的是结缘，恶的是结缘。冤冤相报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，那真叫苦不堪言呐！所以觉悟的人呢，再不干这个事情了啊！以前不知道干了些傻事，现在再不干了啊！说自己再不干了。自己没有把握，不知不觉他又干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习气太重，在六道里头住的时间太长了，染上许许多多不良的习气，这些习气在操纵里。啊，这个习气，佛法里的称它叫魔啊。啊，八大人就经讲四种魔。啊，四种魔里头最麻烦的，五阴魔，完全是自己。啊，五阴说这个身体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成就这个身体。啊，色是肉身，受你是有感受，内里面。阿赖耶识里头的业系种子，会让你有苦乐的感受。外面的境界，人事境界、物质环境的境界，都能够让你升起苦乐忧喜的感受。啊，这些感受的时候，你会有反应的。啊，顺你心的去生欢喜、贪念；不顺心的，就起怨恨。啊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是你自己无法控制的。啊，起心动念就在造业了，身心才就造作，那个业的力量就更大了。所以，处理
六道轮回，这多么难！在一般来讲，人想脱离六道轮回，他做不到啊。佛法教你修行，教你断烦恼。三界88品见惑断尽了，你才入门。就这个入门，我们现在一般人一生做不到，那后面就不必说了。必须见思烦恼断尽，你才能超越轮回。见思烦恼断尽是阿罗汉呐。华严经者大乘，大乘十信位的菩萨到第七信才脱离六道轮回。六信还在色界天修行，还出不去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难？正因为这个事实，世尊为我们特别介绍净土法门，介绍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我们这才有救啊！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有待业往生，我们的烦恼习气每一段都能去，一品都没有断也能去。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可是佛说得很清楚，可以待业，但是这个业呢，一定你要把它控制住不需要断，但是一定要能控制。这就是说，只待旧业，不待现行。你现在还在造作，那这个待不了。过去造的，昨天造的，可以待；今天造的，不能待。所以今天呢，今天我不造了，行，今天不造可以。可是不造不行啊，念头不会断了。净宗有个妙法，叫你造什么业呢？造阿弥陀佛的业。你就想阿弥陀佛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念，这个方法就行。这个方法真的人人都能做得到，人人都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。